行啊，去更新一下。不会是不支持这个新系统吧？我重下一下吧，重下一下。支不支持？可在此 iPhone 上使用，iOS 8.0以上没问题啊。等一下啊，学友们，我在下载。哎，我得跟他说一下，我这个登不上啊。可以了。哇，但是好慢啊，为什么？是不是我之前是 QQ 登录的？我得换一下。怎么登出？怎么登出？还真是有兼容性问题，每一次操作都得退出 App，完全关掉，重新操作，重新进一遍。奥龙播1个小时，然后再播丘比特的狼人杀的板子。
又在下载，等一下，我重新下一下 app。音乐吧。哎，有了吗？有了吗？Hello Hello，大家好，大家好，你们都 OK 了吧？刚才十号还有个小姐姐，但是她人下了，我们要等她吗？我们今天玩几哦，人等局一下啊？吧，她没陪她妈买口红。这4号小姐姐怎么不说话呀？4号小姐姐赶紧说句话呀！赶紧点个头像看一眼，你看看室友们，这4号小姐姐不得说两句吗？咱们今天是几人局啊？几人局？哎，其实可以组个10人局嘛，7人局真的不好玩，3个匪打4个好人，很容易打赢的。7人局，但是掉了一个，然后我再跟客服问一下。好好好，但是我没玩过十人局呢，我还挺期待的。如果够的话，也可以玩十人局啊。我们每个人进来的时候，不是都有那个弄权限的吗？如果想要玩十人局，今天可能不够，只有8个。OK，没事，那就玩7人局、6人局都可以，我配合。不好意思啊，帮主，可能这边要等一会儿，好吧？要不然我们先看看6人局。等的时间短的话呢，就等一等；等的时间长的话呢，就先看。哎，来了。Go！我也是5级小玩家。哦，抢身份环节，哎呦，这个得藏一下，这我得抢身份，走你。哇！这就贼鸡儿尴尬，我操！哇！没想到又拿到这张牌。常规组我的上职位。小心点，往下就会堵我呀！我是好人，忠诚，好吗？过来。常规组上职位，组下职位的话，你可以早一点听他的发言，
然后呢，后面的人也能聊一聊。但你组上置位的话，我们都听不到他的发言，至少这车里没有我，六人，七人局是，我看一眼几个坏人，哦，有个奥伯伦是吧？有个奥伯伦的情况下，那组的坏人的概率非常高啊。那我建议四号你跟我组队啊，我是一张好人牌，好吧？三号我不知道什么身份，五号和四号说的都比较少，我六号是一张好人牌，我要求上车，否则我没办法给同意，因为一共外置位有3个坏人，这组的坏人的概率超级高，而我自己知道自己好人情况下，我要求上车，感觉是不是被美颜了？啊，没有没有，滑嘞！哎呦喂，我的妈！没有我的，哎呦，我这这还有不这么是，两个，这不是我可以汉奸可以，吗？你搞一下吧。没有，我妈在买口红。这个两人车先开嘛，对吧？两人车先开，因为你不开你盘不出来，对不对？王美美在场，要打死你。这不是汉奸吗？我不知道那个帮主有没有玩过七人局跳派，好吧？之前和那个枪姐玩的时候，六人局也跳派，我不清楚啊，因为感觉这个局可能要打很长时间。一号这边，一号这边跳个派好吗？然后这个队里面必须得要有我，好吗？就你四号要组的话也得组我，对不对？就这么聊。一号这边跳个派，其实七人局我不想跳出来的，但是我是觉得说场有点乱，而且之前开直播的时候六人局都是派跳出来的，所以这边的话我就跳了个派啊。然后你四号要组队必须得要和我在一起，好吗？就是你们组队必须得加我，不加我的队全部都反对。一号这边全场唯一正派。那就把这张一号带上嘛！哎呀，七人局打不了好久的一号，你真的想多了。上次也是直播七人局，跟那个什么生图一起直播的，半个小时不到就打完一把，最后一把可能打了10分钟不到。开车，随便开。组我是没什么问题，好吧？我是这里是一张好人牌，然后我看了一下，怎么说呢？我不知道四号是个什么身份，但假如说四号是个好人的话，那我们这把车肯定是能开起来的。我是张好人牌，好吗？然后就给大家聊一波广告，好吗？就是阿瓦隆是个特别好的游戏，大家可以多多下载，好吧？没什么发言。三号是张好人牌，听着就像个好人。我是好人牌，那既然一号跳派了，那我就把一号带上吧。组队成功。请再对玩家做任务。那我就是一号跳票了。如果说一号不是正派的话，可能就会就是有人打反对票了嘛，就是没有反对票。我这边是是一号在一块儿做任务，然后过来的嘛。就是我就是原先队组上我五号牌自己，我这边是个好人牌，为什么算没有啊？我点不了加值卡，好吗？我这边是个好人牌，这个事儿看一下一号你要不要发，好吗？过了。是这样的，我是一张派西维尔，一号穿我衣服了，那这轮绝对不能让他上车。上一轮一四开的车，然后一四不应该是双匪，如果是双匪的情况下，一就不用强求着自己要上车了，因为四跟谁开都是他的队友。那一是一张匪，那四大概率是一张好人。那这轮四五六开车，好吧，五号你听我说一下，如果出坏票，五号请你出局。
就是一五是定的双匪。那如果是直接绿车，那就说明四五六大概率是好人。如果你不改，那我希望相信我是派西威尔的，都跟我投反票。那第一轮两人开车，他藏票是合理的，但是我不可能让他一直穿我派西威尔的衣服放到后面去。我是派西威尔，我一定要跳出来，一号绝对不能上车。接下来就是，7号、2号、3号，刚才听发言来说，7号跟以往不同的是没有那么强势，可能他在陪他妈逛街，但是我希望他认真玩这一把。然后2号和3号的话，三号是打广告那小姐姐是吧？哦，打广告的状态让我觉得她应该是一个身份不错的。一会儿来说吧。这轮我希望是四五六开车，一是绝对不能带的。只要有一再上车，我就投反对票。第一轮我的票无所谓，第二轮是肯定不能让他再上车了，且第一轮我不能发言，好吧？我是派西威尔，过了。就七人局，你们悍跳的意义在哪儿？你告诉我，好吧？一四，毕竟第一把红绿了，对不对？所以说一号你就带队继续带，对不对？红了再盘嘛，没有红你盘什么，对不对？就一六两个互跳派，七人局有什么好跳的，对不对？我再好好玩，我刚刚是旁边一大堆服务员，所以说一直骚扰我。先让一号带，对不对？毕竟第一把绿了。爆了好吗？六号一张莫甘娜牌，不想说话好吗？就真的很服气。六号一张莫甘娜牌，不知道在玩什么东西。你这个时候跟我跳出来，是因为眼见着我一张派牌没有带你上车吗？不知道对吗？就你现在跳一点意义都没有，就裸送出来一张匪，还让我认清了我另一张拇指牌，对吗？哎，我真的好烦啊！六号玩家不是我的拇指牌，我不知道你一张明牌玩什么东西，好吧？你看着，眼看着一四两个牌就绿了，你最后不让我带，然后你现在跳出来，我不知道你从哪来的，好吧？我没懂你的意图，我不知道少帮主是不是板子玩这么花，不懂他的意图。反正我这边是张正派牌，这个队必须我来带，好吗？我想着一号是张灯牌，因为你六昨天一四开车的时候，你没有打反对，而且全部打了同一票，就这个局好像是梅林、奥伯伦，还有什么？哎，还有什么匪啊？忘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一号是张悍跳匪牌，梅林牌应该能看到，不可能出现昨天那种票型，而且你牌一四做不成双匪，如果一是一张悍跳匪，这个局。匪如果看到自己的匪同伴也是有可能，你为什么盘一是不可能做成双匪？这个逻辑我没有办法理解，盘不通。一是也有可能是两张见面匪牌的，所以我可能会站边一号，不认你这张六号牌，过了。我想站边这张六号牌，对吗？因为我觉得少帮主的发言很阳光，很好，对吗？然后我觉得这个一号牌，但一号牌跳的确实是很真的一张牌。哎，那我还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吧，我要相信六，我是张好人牌，对吗？你们之前带我开车呢，现在三人车的话。这个板子里面有没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是有三个坏人是吗？那这个车，我想一下，什么？是谁说我长得像麻辣香锅的？我的天，好吗？我觉得这车一定要带上我，不带上我就不同意，就根本不想鸟你们，绝对反对。好吗？反对到底。就刚才一号说不知道六号是哪来的，然后我就不小心笑出了声。我觉得六号是从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来的，好吗？七人局我还第一次看到有对跳的，就是你一号没有给队形，对吗？就是一号前面那个车是绿了的，就是你一六里面大概率应该是要开奥伯伦的吧？对不对？就一号第一车带绿了，那应该就是常规来说还是要一号继续来带，
但是一号你要给一个队形，对吗？我是一张好人牌，我只能点好票。那二号刚才说一四可能做成见面匪，然后你又还要站边一号牌，我觉得你逻辑盘的有点问题。就既然你觉得一四两张牌是匪了，你怎么还会要站边一号牌呢？我是一张好人牌，好吧，我等一六两个人给队形过了。哇，四号小姐发言不错这啊。六号牌好慌啊！他说他要开个四五六，一旦出炸就让我五号牌，打我五号牌是个定匪。我在想，你六号玩家是个派，你这个太可怕了！就四五六开车之后，你就要打我是个匪，对吗？就现在我先不说你一六两个哪个是派，对吧？万一你六号牌是个匪，你告诉我说四五六开车炸了我五号牌的锅，不好意思好吗？一号你也挺奇怪的，你说你是个派，然后六号跟你跳，一开始你帮他一个莫格娜，然后接着呢你又叫他，我那里好，我这里好卡吗？等一下，然后你报那个六是，然后呢你又说他是个明，你又不拍他，所以就好奇怪。这车肯定不会同意开的呀。组队失败，请下一个队长组队。五号怕背锅，行为不做好。五号你怕背锅，行为不做好啊！你如果是一张好人牌，你为什么不敢上车跟我四五六组队呢？对吧？我说了，一四不是双匪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如果是双匪情况下，他们又不能沟通谁投坏票，谁投好票，他不可能同时上车去冒险。但是一跟我对跳身份，他一定是坏的，对吧？然后再一个一，你为什么不把我打死呢？如果别人穿了你衣服，尤其是派希维尔这张牌，你肯定第一反应是先把他拍死，对吧？我的反应就是把你一拍死，但你并没有，我觉得你没有足够的底气。二号就更奇怪了，二号说。我觉得，一四有可能是双匪啊，怎么不可能呢？但是我觉得一是好的呀。那你其实自己也有矛盾，这点是四号指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四号发言没问题。那三号我也觉得刚才状态不错，所以这轮我带上他，好吧？七号再听听你发言，因为你站边刚才不对。啊，先走了！啊，终于他妈逃出来了！就六号牌，你先让一号牌带吧，好吧？毕竟一号牌开了绿车，对吧？我说了炸了再爬。然后刚刚二号牌他们都踩你，我不想踩你，好吧？你继续爆点，然后先留掉吧，好吧？待会儿我会组一号牌。真的不知道是张六号牌不会玩还是怎么着，我进了这个，我的天啊！不是大哥，你还能没墨同车吗？就这个队没墨同车，你跟我说你要开不炸出轨了好吗？我这边一张真牌牌，为什么我后来不把你拍死了？你是我拇指牌，我为什么不把你拍死了？哎呦，我真的不知道你在玩什么东西！你现在没墨同车，刚才三号这张牌还保你六号，我不知道你们匪队要不先刀吧，好吧，就别玩了，要不匪队先刀行吗？我真的服气，好吧。你现在给我没墨同车，你告诉我怎么玩？我两张拇指牌现在同时在车上，我不想说什么了，你们要不先刀吧。我现在觉得我可能站错边了，因为一上把包六是他的拇指，这种你派带绿了一塔的情况下，但凡六是那张没灵牌，他一定不可能跳起来跟你刚的。那你应该直接派他是张莫甘娜牌啊！而且你如果真的是派，你现在就把三六两张拇指牌卖出来了呀！就我们大家集体都杀青了吗？我不太信。我昨天看你带绿了，我是想信你的。那现在看来，可能是我站错边了，因为昨天那个票型没有一张牌给你打支撑票啊，兄弟。你是在找梅林吧？过了，先听后面的发言。我觉得
那一这个发言一定不能是个派了，好吗？我觉得少帮主应该是那张派。然后我说一下，他就是一号上一轮的发言说六号是我的拇指牌，然后他最后又发言又说，他说六号不是我的拇指牌，然后他现在站起来吼，所以我觉得他是一张匪，好吗？然后二号这张牌呢，其实上轮我是想盘你。是张匪的，但你现在说一号是个匪，那我先不说你了，因为我是一张好人牌，我在车上我一定会点同意票的，好吗？然后现在六是我心中认定的那张派牌，好吗？我再看看你们的发言，我应该就能找出另外一张匪了，好吗？三号是张好人牌，不知道在跟你们尬聊些什么了，我再想想，我觉得四号发言挺好的，五号发言不好。好吗？我觉得就让六号先带队吧。就一号今天聊的确实问题有点大。好吗？就让六号先带吧。就我是个好人，你六号先带队，过了。好，你们先跟我讲，我还卡不卡了？就刚可能有个电话要接，然后我这边我都没有怎么聊，你们就说我聊得不好，就对话少帮主，你要是还卡，你要是觉得你这个车对你打1276353匪的话，我这车给你一个场外同意。如果说你不打，那不好意思，这个车我给一个反对票，好吗？就我这边是一个好人。就三号，你在跟我说什么？五号聊得不好，你听到我五号聊什么了吗？对吧？还有佳佳，你在聊啥呀？你怎么双拇指在车上呢？就你这个发言，就你现在拿匪都这么发言，都这么爆匪的发言了吗？对吧？我这边是个好人，好吧？我这边是个忠臣。就少帮主，你打1276是3匪，我给你个同意。如果不打，不好意思反对，好吗？1276是3匪，一是定匪，二呢上一轮就这一轮的发言比前两轮要好。哎，你五，这说实话，你五我不能确定啊，因为刚才你可能接电话了，你没听到我说的是你上一轮不敢跟我四五六我们开这车，你怕承担责任。我觉得是一个好人，你的出发点心态应该不是怕承担责任，而是勇于去把那个责任的负责的人找出来，对吧？你这一轮的发言我觉得还行吧，但上轮我确实觉得也有可能你上轮分不出一六谁是派嘛，那这轮分出一六谁是派的话，我觉得三四六可以走一车试试吧，总比有一个跟我对跳派的匪在车上要强一点嘛。至少第一轮虽然绿了，但我认为一肯定是藏票的那个，所以四六相对来说加上一个三号，三号是轮轮占我六号的。我觉得至少从他第一轮站到这儿，给一轮尊重，好吧？我觉得这车能开。七号呢，到从头到尾都在站一号，我不明白你还不回头的意思。这轮听完发言，你能不能回头呢？我不知道，看你的投票。如果你不能回头，那下一轮你组的队肯定也是我不满意的队了，好吧？我这轮还是先三四六开，好吧？因为相比之下，三号和四号发言在我这儿都分析出来一和二不好的地方了，而七是无脑站队一号，说不管怎么样，你先把一号先开了，对吧？七的发言在我这儿不做好。确认组队三四六。组队成功，请再对玩家做任务。一七反对，一七反对，绿绿绿，感觉有点危险，我操！哎，还好还好，还好任务成功了。既然绿了，对不对？来了继续开。我点了反对票，我不上车，好吧？一号他毕竟在绿了，之前的但他边是绿，他毕竟在绿了，而且他情绪特别饱满。然后我是日常不信你六号牌，所以说我站一号边，日常好不吧？信，日常不信。
不知道怎么说吧，就刷帮主，你平时不玩这个游戏？你是不是平时不玩这个游戏？而且我感觉你好像玩游戏也不是很认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玩其他游戏。就你如果平时玩这个游戏比较少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多看一看这个游戏，自己多玩一玩。别的不想说了，你自己看，爱怎么看怎么看。三人车都绿了，我觉得60匪的话没必要长票当咸鱼吧。一张匪牌送我们第二条，没必要。所以看他们再开一轮吧，过了。哎，我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是黑屏啊？我是不是看不到？哎，我看到你看到我了，好吗？那我还是可以发言的。我这边黑屏啊。我说一下，我觉得这个队应该就是沉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刺客现在还不刺。我们要绿三塔了呀，兄弟们。我们就要赢了，好吗？然后不多说了，把3号留言好人。哎呦，不是我卡，是我这边黑屏了，好吗？我看到少帮主的直播了，我看到我自己能看得清，然后我待会儿退一下，好吗？我肯定是点同意的，我觉得我们就要胜利了，过来啊。没有黑屏啊，我能看到你啊。那就继续开吧，对吧？就16这边带队都去了，肯定是有强票的，好吗？因为不可能两个派这边都带队，都带绿了。就我4号是张好人牌，我是只能出好票的，对吗？那不管就是三号，就是要么1号是第一轮有强票，要么就是6号有强票，反正我不知道，好吧？就继续开过了。好，我刚前面那个就是有点失去了发言，然后但是你346开车开六的对吗？346开车开六的，那等会儿是什么时候才能有4人车呀？是吧？就是要四号人体他说了，就是你们都开六的，然后就肯定会有抢票的嘛，对吧？那你这车只能说不红不蓝，你再继续开，开了之后炸了之后呢，我们再重新盘，对吧？那既然谁愿意帮我们做任务，我们就做。好吧，过了吧。346刚才是绿的，我确实玩的不多，一号我跟你说，但是呢，就我不喜欢用贴脸的方式去发言，我也不想去指责别人玩的好与不好，对吧？每个人有玩游戏的自己的风格和自己的想法，那只要你对得起自己的牌就可以了。你一号也别来指责我，因为指责我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对吧？因为在这个直播局里面，你要是对着我喷，那你是一定是最惨的。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咱们客客气气一块好好玩就行了。我也没觉得你玩的不好，我只是说，我的打法是这样的。那你也不能说你的打法就一定对，你得教我，对吧？然后呢，就说这轮346可不可以开呢？可以开，会不会红我也不清楚。只知道我自己是一张绿票，然后看一看346，如果绿了，是不是5轮刚好就三轮之后就只能让匪先刀了，对吧？如果红了的话，咱们再来盘。刚才17打的反对票，25都同意346开车了，那就看一看这轮怎么样。我希望上一轮同意的这轮继续同意，然后看看7号这轮会怎么投啊？7号没有把自己放上去，我觉得。也是在帮好人玩吧，我给你改好吧，你们毕竟绿了，对不对？继续开，就一号牌，淡定一点就行了，好吧？淡定，没事儿，没事儿，淡定。346。组队成功，请再对玩家做任务。红了再盘嘛，能绿最好。绿了先刀，红了再盘。有人藏票吗？一张任务票，失败票。好人保护轮，任务失败，需要2张坏票。需要几个人组队呢？
这轮是三人还是四人？四人吧。就是你们，我现在在外面，你们现在，我跟你讲，没我通车了，随便你们信不信，好吧？不是，我真的有点没有搞懂，你第二天起来报三六双拇指的意义在哪里？六如果真的是你的拇指，本来第一天他你带绿色的情况下，他跳出来跟你刚，你可以直接把他拍死啊！你就说他不是你的拇指。第二天你又说三六眉目同车，我真的没办法理解。关键是你还说删保了这个六，那我就更看不懂了。我这里已经没办法挡刀了，我觉得那现在场上的形势，我是真的有点。不懂，所以在听后面发言。三的确要保六好吗？就上了，居然还是，就说明还是有人逃票嘛，好吗？三是张好人牌，就是打破头我都不信是帮主是张匪好吗？但是我又觉得四号发言很好，我不知道，我只能怀疑这个四了，因为我是相信少帮主的。什么效果啊？好吧，我是张好人牌，我点了好票，好吗？就是，就算我不点那张票，它都会是张好票。我是张什么？不能再透露了。我觉得这车开不了，好吧？我觉得这车，不行啊！一号那么说，六号那我得帮主说一说呀，对吗？我其实从内心我是不相信六是坏。就很迷，保护了两张坏票，对不对？就我的视野里，三六这边是出了这个坏票的。就你要么组外置位的，好吗？就二号说的那个很对，我也没看懂，就是一号牌的发言。你总不能说。三六两张不是牌在这边互搞，然后你现在分不清吧，对吗？你要么一二四，然后你五七选一张吧，我觉得保护不了应该是可以过的。我一二四五七，我在想啊，就是你们就是三四六里面出的坏票的，对吗？就我在想里面是有几坏。就如果说是有两坏的话，我在想第二轮为什么要给我们绿，对吗？如果说有两坏，第二轮就大可以扔一下，然后那个时候就让我们去搞去撕，对吧？但是到你们到第三轮才给我炸，就是双方主你应该能发现的。就刚刚我说了，对吧？我说你如果打一二七是三匪的话，这个是我给你打一个场外支撑。那么刚刚那车二号在对外冲了一张票，对吧？也就是说明。就是二号，就是也就是说你三四六里面还是有一张匪的，一七里面，把一号如果说是一个假拍的话，你可以把它拍死。那二七里面你要捞一个好人，我五号牌这边是一个好人，好吧？就你这个车，我仍然是反对。就我这个好人在外面，这车还是要炸，好吧？这车肯定是反对啊，因为一自己也做不成派息，你自己在车上不会有人给你打支撑票的。至少好人不会同意，那愿意给你冲票可以继续冲票。二七的话，二七的话我也不清楚啊，因为毕竟，七是打了一张反对票在三四六上面，然后他看绿了，他又同意三四六继续开的。三四当中藏票的，我想是四吗？四第一轮。我觉得第一轮不应该是双匪啊，因为第一轮如果是双匪的情况下，他们自己不好沟通，打出两张坏票，不是直接交牌了，对吧？还是说在你们的视野里面，第一轮两车永远不会打坏票呢？我想一下啊，我们试想一下，从一个平民视角来看啊，在一跳派的时候，四如果是一个。四如果是一个好人，四如果是一个好人情况下，他组派没有问题。他如果是一个坏人的情况下，
那只有他能出坏票，否则，派如果出了坏票就说不清楚了。但是如果他出了坏票，那个人说我是派，那自己也是很，就瞬间就把自己身份就摆明了，就只能是四是一个坏人，对吧？如果出了坏票，一四四是一的队友的话，四得认一，那四就直接出局，然后再有一个出来真派来拍一，那直接两狼出局啊。所以我觉得一四当中只有一是不是两狼两匪，就是一是那张匪，四相对做好，那三得是第二个坏人。现在我觉得的，就从逻辑上是这样的，你们再分析分析，好吧？我觉得一三是双匪了。那你们拇指牌呢？啊，拇指牌可以匪，这样都盘不出来啊，对不对？就你一号牌组一二三四这个爆破队，还是挺牛的，对不对？就你们都站六号边，就站到底，好不好？站都站到底，别一会儿给我换一个，一会儿给我换一个，站六号边就给我站到底，好吧？三四现在就盘三四里边谁出的那个炸，对不对？会说话，好吧？么么哒，然后。我又回来，好吧，我又站六号边。你们把我带到六号边的，那我站六号边，不是你盘三四，对不甭管是哪对？个是匪，一三四里面必出两匪，所以这车肯定是不能开的要嘛，对吧？确实，你发言句句爆点，情绪都挺，情绪当中带一点洒脱，好吧？我站六号边，六七，好吧？你们之前站六号边的，对吧？就站到底，别回头，对好吧？吧？就站到底，别回头，好吧？姐姐，你卡我麦了！姐姐，你卡我麦了！什么叫情绪到时候带点洒脱？我也觉得三四六里面就出一匪啊，出一匪。二号牌应该不是张匪牌，它应该就是张明牌。我不好组啊，我怎么组的话都要报拇指。我改的对吧？一二四六。一组二队成功，一二请四再对六玩家做是，任务。一二四六是什么意思？四五玩家反对，一二四六，一二四六，刺客摩根娜，哦，涡轮七号。我错了，我不小心摁了那个同意，好吗？我在搞笑是吗？我看一下啊。哎呦，没拇想指到三四二号双牌匪，是我五吗？操！我想想啊，我想想啊，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二吧，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二。我没一。哎呦，怎么会有人说一是没零的？真的假的？你开我玩笑啊？不信啊？暗藏杀机！我的天，我哪有暗藏杀机？你看我投了反对吗？我投点的是同意啊，我是张好人。我看一下，一二四六为什么三同意呢？一吗？要包就六吧，我一开始也觉得是二，因为二是站一边的。二后面什么发言我没太注意啊。二后面越盘越像一个明的视角，因为就是七号，你对一号比较了解的话，你去感受一下一号的这个状态是演出来的吗？就一直在那边撸头发，然后一脸懵逼，然后很情绪式的发言。我觉得六就是那个拇指啊，因为六他最后他是盘一三出双匪，他就是强行不让我三四一起上车，
就可能他的视野里他知道三四是两张匪牌，就是他可能不能这么明白的判我四十个匪，因为毕竟我第一轮没有出炸，因为我如果我可以说我是匪的话，我肯定要炸第一车我去污这个一号牌身份，对吗？但是我第一天组队，我第一天组队的时候，这个六他强行要我带他一起上车，我又觉得六有点像派。你是不知道六谁都要组六才行呢，反正就是一六刀，其他人我都不想刀。五肯定不是，一是同意过一四五的，五反正应该就是个名，都不想刀，而就一六刀吧。刀六吧，好不好？我觉得一号的演技应该没有六号好，就用这个逻辑盘出来盘六，可以吗？过了。五号牌他说过一七里边开匪，他说一号牌拆的话七就匪，他说过这句话。但如果你说五号牌开匪，五号牌就不用考虑他好吧？但一号牌一六之间，我建议你砍这个一号牌，一号牌那情绪绝对不是演出来的。他说六号上拇指，三号上拇指，他以为三号是摩根纳，那我就砍这个一号牌。一号牌他刚刚怪过六号牌，应该是六号派，他是摩根纳跳梅林，不，他是梅林跳派，然后六号牌把他戳穿了，所以说我建议砍这一号牌。一六之间我选这一号牌。五号牌我怀疑他，一六之间我选一，五号牌牌选就砍一，好吧，我这一砍一，刺客反正刀在你手，好吧，我无所谓。跟我啦，我害怕呀。哎，就很过分，什么叫亏？你要帮主上面又没写着他是梅林，对吗？就我不忍心告帮主啊，我。本来想说我要刺刺那个二的，嗯，能不能真的就，哦不好意思，等会我出去重新一下好吧，说我声音这样，我不是故意的，我可能有点卡，然后我刀一下一吧，我不刀帮主好吗？我刀一，我不忍心刀帮主，但我觉得帮主应该是那张梅林。哎呀，就到一好吗？忍不住刀帮主，就到一了。自杀梅林成功。七号小姐姐还是玩的好啊。我在想小心情，你一开始组个上支位，我就觉得你有点奇怪，我就想说你三四是不是双匪来着？就大家那个发言，要不我跳派吧，我在想有可能是个梅林了。哎，你们这个派跟梅林玩的搞什么？你听一号的，当上一把一号的发言，他自己说，你作为一个派系，你组队。不是你作为你去不是你就明白你就想他作为一个梅林，他组第一轮他跳派，然后求着跟一张匪上车，你能接受了吗？我接受不了，两张牌一四都是我的拇指牌，那我只能选择站边啊。作为一个他已知四是坏人的牌，他把他强行跳派，然后就跟四去上车。不是帮主，我这样跟你说，我当时是有点冒险，我在。赌这张四号牌会不会炸，你知道吗？但是他没有炸，而且他还打一张同意票，你懂这意思吗？因为我是一张派，且后桌也没有人跳派的情况下，他组了我这张一号牌，说明他认我一号是张派，对吗？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他认我一号是张派牌的同时，然后他忍住不能出炸，因为他要做身份，你要这么盘，知道吗？就别的不说了，然后我这边的话就。我就说一个简单的道理，你去赌。我想问一下，我刚才说的道理能不能，就是咱们讨论嘛？如果一张已知一号跳派了，我四号是一张匪牌，无论是什么匪，我打一张坏票，是不是跳派的那个人？只要那个跳派的人不是你队友，没人拍，那么一定是这张四号打的坏票，那么四号自动出局。所以你去赌的这个冒险，没有人会去这么做，因为是100%是这张四出局，他肯定等三人的时候再出票。你想想对吧？
啊，我不想和你说那么多，但是你只要看到我赌对了就行，因为他没有出闸，那个时候你就认我就行了。那个时候你第二轮就不应该跳了，然后别的没有了，好吧？就我刚才的确说话有点重，因为玩游戏就是这样子，的确很少会出现七人局的时候对跳牌，对跳牌之后，而且在我带绿了一轮之后，你还对跳牌，莫甘娜给了我打同一票，那莫甘娜还藏了一轮票，然后你还跳牌。我对呀，是，你知道吗？你的爆点很多，爆他是个梅林，他是一开始说那个说少帮主是一个拇指牌，说他是莫甘娜，然后再然后就说你一个中程牌，你在捣什么乱？我在想，你这个匪聊会聊那么爆吗？天哪！我是。可能我玩的少，但我确实没理解不了你逼着他藏票是什么意思？就藏票，下一轮你不是必带他，带他还是要坏票，你还是要盘他呀？你找到这个匪不是挺好的？而且再一个，主动求着跟匪上一辆车，我也接受不了。就我觉得帮主玩的没有什么多大问题，因为如果我是一张梅林牌，你一号是一张莫甘娜的话，就你莫甘娜起来跳了一张派牌，我作为一张梅林牌，我要做身份，那全场只有你一个人跳牌，我肯定是要跟你一起上车的，对吗？那你也可以去藏这个票做你的身份，就是双面逻辑都是可以盘的。就算我是张梅林牌，我也得跟你上车。抖了一个人，开不开六人局？啊，开六帮轮，主开六玩一轮。个六人局吧。OK，先开六轮，先开六轮。就你们还不敢听我的刀，就我的刀会歪吗？对不对？怎么这可能我有六点号忍牌？不了了。他帮主眼里没有我这个匪牌，所以说我奥伯伦在那儿，在旁边歇着就没有啥事儿，早就守到这一号了。他那个洒脱当中带点情绪，你看他情绪都那么激动，他不是梅林是个什么东西？爱给我笑哭了，你还敢刀六？你敢刀六，我把你们俩给宰了。哎，上周七号小姐姐，你忘了上周两连拍刀，你都拍错了吗？是个好人牌，然后组是办我们的男主角一号牌，对吗？这个猫是你家的猫，这个帮主，我家也有两只猫，一会儿拿过来。我操，这猫，看我家的那只。这眼神儿，我操，屌！大哥，过来争口气，大哥，快点！英短啊，我家里有只七九八和英短，然后七九八他买他那个毛他的七毛拿两就拿去换成英短，我家现在养一个小英短，这都不想养猫啊，对不对？扫牌叔说你一号是个好人牌，我听出来了，对不对？这把你一号应该没猫匪了，你再猫匪我杀人，那我要，我对你有排斥，你的猫匪。六人局没什么好盘的，直接开。这把我是个好人呐、啊，好吗？我觉得这个三号吧，他的发言一直都挺好的，还有这个四号，我的声音不知道还卡吗？哎呀，我的声音怎么永远这么卡呀？就刚刚。刚刚三号牌打把他们家猫猫拿出来的时候呢，对吗？就觉得三号小姐姐很认可我们这个主播啊，非常谢谢给面子，那就先开一车吧。其实我跟三号也说一下，刚才你说六号，我忘了你们是谁说的，说当上一把的我嘛，六号
强势要上车嘛。其实我每一局这第一盘开两人车的时候都要求上车的。这个看谁？哎，是四号吗？是四号吧？四号小姐姐跟我玩的多了，她是知道的。她每轮都锤我，因为我拿什么牌第一轮都要求上车。既然三号已经阻我了，那给足面子了，那我肯定对吧？挺着我的好身份上车。然后我家的猫呢，不知道去哪儿睡觉了，没空理我。他是我大爷，所以我也没办法。头像呢是他，然后那就先开一车吧。刚才那个一号小姐姐可能生气了，你们谁跟她熟的，那个就替我们哄哄她吧。下次还有机会再玩啊。没啥，他那人就那样，就是性情中人，大家都知道的。然后我这边是个好人，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小心点，你应该知道呀。就每一次玩个直播局，我的好人几率80%，好人几率的，对吧？就80%，80%，80%，我这局又是个好人，就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拿到一个好人，总是要被打成肥，是我发言有多差吗？过了，好人。为什么都是女的？因为就女的多呀。就为了避免一号牌继续吵着要上车，所以我就直接把他组了，对吗？但一号牌什么身份，我是真的不知道。就可能四号你对他比较了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那种就有诈必扔不藏票的那种牌。就只要第一车出红了，你们认准是一号牌扔的炸就可以了，好吗？就我双手跟你们就是展示出来，告诉你们我手上是没有藏任何炸的，好吗？我是个好人牌，过了。就一号你最好藏一票，好吗？我感觉这车要炸，三号肯定不藏票。听起来，组队成功，请再对玩家我觉得做任三务。号说完这话就有点虚啊。马路，等一下，要撞死要被。等一下啊，过马路，就那个要牌，太做作不好，行不行？两人车也要反对，他有时候不能太做作了，是不是啊？就七人六人局，你一个过那么做作干嘛啊？绿了对不对？红红不拆，红了四盘。那个七号他进不来了，所以他可能一直会处于挂机状态，要组137吧，测一下离线牌的身份。我让他退后台，他还是进不来。我这里四张忠诚，可以带我，要么带这个七，看他是什么牌。过了。这么复杂的吗？这么复杂的吗？怎么掉线重连？我可以等他呀，我就喜欢跟七号玩，对吧？我等一礼拜就是为了跟七号玩一局这个六人局，这七号也不在呀。134，我刚才为什么打反对票？我先说一下，三号小姐最后来了一句什么？你最好藏票啊！你不藏票，那个这车要炸呀！我就有点害怕了。我说这三号小姐不会打一张红票，然后要误我一号吧？当然我知道肯定开得了车，因为六号和四号都是明示同意了。我只是想看看有没有人用这个来打我，那也没人打我。四号说我做作，哎，就是很做作。但是这个七号这个离线，我觉得用户体验非常差。本来就六个人，你再弄个离线，对吧？134开也行，137开也行，那13先带上呗，好吧？再听听二号发言。就现在，六人你都那么草率吗？对吧？就第一车可以冲出去，第二车还要冲，这个车你们要开，我给同一票。你们打六七是双匪，我给你们同一票，好吧？就你们不打六七双匪，不好意思，我点反对，好吗？就我这边是个好人，我在外面，你们打六七双匪，我给你们一个职称，好吧？四号过了。
住，你不要方，对不对？就万一我出了那个红票，你可以跟我撕啊，就跟小姐姐撕，不是件挺好玩的事情吗？就干嘛要怕的这个点了一个反对票？我是没有诈的，我是一张好人，好吗？就带谁上车都行，过了。跟你一号牌玩这么多，我总结出一个道理：你呀，拿好人牌就怂的呀！哎呀，我的妈呀，就怂啊！你拿匪牌就使劲冲，拿匪牌你就给我怂，好吧？拿好人就给我怂了，生怕别人炸你，对吧？先开吧。组队成功，请再对玩家做任务。在我这就没有同意这一说，我跟你说，在我这就没有同意这一说。呦呦呦！哎，又成功了，你敢信？哎呦哎呦哎呦！哎，有点做作，有点做作。哈哈，有点做作，嗯。真的不知道怎么走，你们后面的聊吧。我这里确实是一张工程牌，134又绿了，不知道有没有长票，过了。哎，回来了。就非常抱歉，害得大家游戏体验有点差，对吗？就刚刚掉了一下，然后我就听到有个玩家在那儿说呀，他说七号走了啊，对吧？我赶紧把他拉上，是吧？我就希望我拉上就这是我的好身份了，真的不好意思，对不起。七号小姐姐不行，我给你弄一个4G 上网流量卡，或者给你通一条宽带吧。你从今天开始玩到现在了，你麻辣香锅你从来都不流畅，一直特别的卡，对吧？我也是挺期待你正常发言的，尽量别掉线啊。我呢上轮又打了反对票，为什么呢？我不告诉你，但是他绿车了，绿车了你就啥也别说了。对吧？我肯定还在车上。1346啊，1346，我觉得你得打27双匪，不一定吧？不一定。我可能还不同意，对吧？我有可能还不同意，但是我肯定是一张好票，带上我肯定没错。打不出来谁是匪啊？七号就发了一轮言，也没投过票，对不对？二号上轮打了个不同意，二号是匪吗？我也不清楚啊。那不知道，听听二三四发言吧。哎，你们为什么叫七号麻辣香锅呀？然后他发言一点都不卡，在我这边一点都不卡。你们为什么老说他网卡？我在这边觉得好流畅的。然后我这边是个好人，就你这个车，就你上一个车，我觉得你如果打六七双匪，你可以给个同意票，但是也没有说，对吧？我这边是个好人，那你现在这个车肯定不能同意了，我还要给个反对了，对吧？你这车我一个好人在外面，这是要炸。对啊，我们要奔着绿塔去。要奔着绿塔去。小默默，不玩英雄联盟吧？就因为七号小玩家长得跟英雄联盟里面一个叫麻辣香锅的选手特别像，所以他们叫他麻辣香锅。就134铁三角对吗？带谁演谁，就谁上车都一样，反正炸了三轮车再开回134就行了，就也不用盘那么多，过了。对，我这还1%的电，我得去找一个能充电的地方，然后不然我要 GG 了，我他妈我也出去了，134绿了，对不对？带谁验谁。过吧，对我也就不改了。先这样组，盘不了逻辑，过。快乐的一只小青蛙，绿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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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意。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组队失败，请下一个队长组队。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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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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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门开。我觉得这个二刚说自己是张好人牌，我就有点不信，因为我是张好人牌，我在下面。门开的吗？那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在下面，我是因为出去玩了一圈在下面，那你为什么在下面呢？所以我先不带你。哎，我只是想听听发言啊，没想到，我这一票就一定开不了车是吧？无论。我怎么投？因为井下那两个不是井下，就是车下那两个，站车站牌的等车那俩肯定是不同意。然后只要我不同意，我就能多听两轮发言。我觉得听两轮发言挺好的，对吧？这个六号从第一轮就魂不吝，不是我们这叫魂不吝，就是意思就是我谁都不怕，反正你就开，哎就开。六号，我觉得。你不想分析分析吗？你得打二七双匪啊，你没打七，你打二六双匪，对吧？你得打呀，你得使劲敲他们呀，你不敲他们你怎么知道他们的弹性呢？对不对？二六双匪吗？敲一下试试，对吧？一三四有没有人藏票呢？敲一下试试，对不对？我一肯定没藏票，你三四藏没藏票呢？对不对？当然了，肯定这四人车怎么也不能不带你俩，对不对？那这个二六七到底谁是最后一个好人呢？也不一定啊，万一有个藏票，那二六七里面有两个好人呢，对吧？再听听，这轮我也可以不同意，坐坐嘛。我觉得七号你打我干什么？对吧？你在说我，你说我二号是个好人，你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呢？就是你七号发言很奇怪，什么叫做我上不了车？我为什么上不了车？鬼知道！三号牌一开始组隔着我组了一个一，四号牌组自己，六号牌组自己，我怎么知道我上不了车？我也很无奈呀，对吧？我这边是个好人啊，七号你打我的点不成立，这车仍然反对，好吧，过了。哎呀，这车怎么就开不出去啊？就少帮主，你想听谁多发几轮言，你直说嘛，对不对？就你想带七号上车，你就直说嘛。你想听七号发言，你就直说嘛，对不对？那我们其他人过麦好吧？你跟七号尬聊几轮，然后我们再把这车开出去，开到强制轮好吗？过了。我操！等一下，我在那个狼人杀馆，我先开灯啊，开始营业了，我的妈呀！然后，就其实一三四从六号那轮，一三四六、一三四七、一三四二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没有红有什么好盘的，对不对？非要逼我来盘逻辑，逼我来打人，对不对？那我给你盘一下，昨天二七在下面点的反对票，对不对？说明车上没有跟二七是共编的。但凡下面一匪、上面一匪的情况下，这个车一定冲出去了，因为我是一张好人牌，我点的同一票，你一在车上点的反对。车上如果有匪，车下的匪队友一定给他打支撑票，这个道理你懂吗？所以要么你打二七两匪，要么打三四双匪，就是这个逻辑。过了。就我现在又换回手机了好吗？就开始盘二七双匪、三四双匪了，哎呦，我就很忧伤，因为我确实就卡来卡去，一直都没好好发言，就还想着，哎呦，我不说了，我都想开始做笔记了好吗？
我再改个队伍吧，我想把二带上，什么二七双飞，我。啊，把二都要带上了，这有点过分了吧？这个要求有点过分了，有点过分了。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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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组队失败，请下一个队长组队。有道理啊，六号说有道理。哎，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我觉得六号说的挺有道理的。啊，对啊，就二七，但凡有一个队友在上面，他就支撑票了呀。对呀，六号你说的有道理啊。哎，六号大姐姐、小姐姐，这个跟你玩了两周，感觉受益匪浅啊。这个以后私下再指导指导小弟，好吧？你在哪个城市？一会儿告诉小弟，小弟，组织一个这个巡回学习赛，对吧？然后再问一下四号小姐姐，你在哪个城市的狼人杀俱乐部啊？那个城市有没有 Mistax 狼人杀俱乐部？没有的话，咱们可以开一家呀，咱们两个合伙也没问题啊，对不对？就是六号小姐姐，就真的，就你这个逻辑，鼓掌好吗？就我一旦跟七号玩家，我们两个是匪，直接先刀，跟你们磨叽啥呢？就我这脾气，就我上都上不了车，我还不先当，就还在等你们开车跟你们磨叽。哎，过了。就跟你少帮主说，你点开那个每个人的头像，然后上面有个定位，对吗？可以看到你在上海，我在上海，二号在亳州，四号在成都，六号在重庆，七号也在上海。你可以约七号吃个宵夜，对不对？就随便开吧，反正开完站了之后再开一三四嘛，过了。哎，成都有 Mistax 啊？你们都是上海的人，我离你们有点远，好吧？我跟六号在四川。然后成都这边好像 JY 开了一家。然后游来游去还是原来那个造型那个队形，有必要吗？哎呀妈呀，这一号他是骗子啊，别理他，他说加图。再补充一下我的逻辑，因为我盘不到你一号是个匪那一轮点刹车的逻辑，你如果是个匪你一定点同意上去炸车，对吗？所以你一得是个好人，因为你那一票反对票一三四六没有开得出去，然后现在我是一张好人，我为什么要点同意？因为我觉得共编关系已经出来了，二七是一个共编的，三四是一个共编的，四人车开了是三人车，对吧？但凡这一轮一三四六炸车了，你就直接我就不懂你们的逻辑，怎么就盘了？我就莫名其妙，二七什么时候共编了？我七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二，好吗？因为二号小姐姐觉得我伤了她，是吗？那么我必须要起来捞她一下。什么叫做二七共编了？就没共过编，我一直都是跟一号共编的，好吗？然后，哎呀，我就跟帮主你说吧，你把我扔在下面，这就是逼哄的，知道吗？把我扔在。我带各位上车呢，主要是这不是四号了解我们，摸了好人牌我就怂啊，一红了感觉心就颤了呀，我需要兄弟们不是姐妹们帮我去抚慰一下我的心灵啊。你说这要是万一红了，哇得多伤啊，对吧？你说这要是红了，六号你说得清楚吗？你说不清楚，我为你好不愿意，刚才不同意你上车，为你好啊，但你又说那样了，对吧？二号也说了，二号说了，哇靠，我早先刀了，对不对？那
那红肯定是能红的呀，这车一三四六肯定是红的呀，但是谁是那个匪呢？一三四六里谁是那个匪呢？对不对？你对不对？我觉得那四号、三号不太可能是双匪吧？要不这样，三四你俩要是双匪的话，这轮呢，三出坏票，四出好票，好吧？是不是双飞呢？哎，不知道，开了再说吧。全是废话，我觉得我说半天，四人车怎么都得红，不可能选的对。组队成功，请再对玩家做任务。失败，一张任务坏票。哎，不想同意，哎，不想同意，也没办法。我说什么来着？灯啊，就你，就我现在身份是不是起立了，对吧？这是排的逻辑排的贼溜，第六第一，好吧？这个一号玩家一接了60秒，最后一句才说是对的，说前面就是你们炸车了再去排，好吧？我这边是一个好人，就这样子，我身份就起立，我都排6号，都排1号，都排3号，都排4号，就不起立，过了。那这个车如果炸了，你是不是要盘7号是定匪呢？就如果27里不出匪的话，你要么盘14是双匪上车藏疯狂藏炸，要么你盘6号是一张定匪。这个队如果能开绿，首先6B就是一张定匪牌，然后14里面还有一个藏票的人，就这个车才能包绿，对吗？就我3号是张好人牌，就我不知道前面那个坏票是6出的，还是14里面有人出的。就我觉得这个队开出去能盘的逻辑不多啊。就你怎么盘14里面谁是那个匪呢？你得带一个吧，总不能是双匪吧？那不是双匪的情况下，那外置位阻挡匪的几率比较大呀。要么开个1、2、3试试看。1号如果藏2轮票，那我服他好吗？还那么做作，一直点反对，过了。我说你3号牌也是其中那个匪，对不对？3号牌你今天组的1号牌，第二天是我搭进去的，对不对？但凡我是那个匪，为什么不上，对不对？我不问你们1号牌残票了，对不对？1346这个那个炸，对吧？1号的话，那我觉得不是，就看你。你把你帽子拿走吧，好匪，匪主流的吗？然后，我反正是盘不了1号那一轮对内反一，意义在哪里？但凡他是一张匪，他为什么要对内反呢？我是把一当一张好人打的，我打的是34共编、27共编，1346出炸之后是三人车，那直接可以组127，这是我的逻辑。如果盘错了的话，那只能是那个反对票真的太误导我了。我可以不上车，我这里4张忠诚牌，在我的视野里我只能这么去盘逻辑，先过了。对吧？刚刚前面一张车上是我2号和7号反对的，那么我认2是一张好人牌，但是我不知道另外那张好人牌是哪张牌。我大概算了一下，就我觉得4号的发言是挺好的，对吗？6号的发言我就现在就觉得3应该是个定匪了，好吗？我建议带帮主吧，好吗？我们1、2、7开，
我觉得大概率。我肯定是好人呐，我肯定是好人呐。你要想，一二四六，一三四六是我反对过两次的呀，啊，我说不能开，你们非让我开，说开红了再说，现在红了吧，那我有什么办法呀？我也很委屈啊，你肯定得带上我呀，对不对？你不带上我，我怎么同意？你带上我，我都不同意呢，对不对？你带我的时候，我都有可能不同意的。你不带上我，你肯定不同意啊。所以车上没我，肯定是开不起来了。我是老司机啊，对不对？我从第一天就在，我是个老司机啊。你得想想，这是一趟开往幼儿园的动车，好吧？速度贼急而快。我希望你把我带上，别人我也管不了，对吧？七还是三呢？你看心情，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你带上我一，好吧？我一是个好人，对不对？当然我也有可能打反对票，你就算带我一，我也不一定能同意，因为你组的人不一定我能满意，好吧？我跟二号说，那如果你组的不满意，我还会打反对票，好吧？嗯。然后四号我跟你说一下啊，还有六号，咱们那个 Miss Sex 狼人俱乐部11月11号在成都兰桂坊就要开业了，到时候一定要来，好不好？我给你单开阿瓦隆，咱们就 PY 一波交易，好不好？哎，我对话三号，我那个不是亳州，我那是亳州。等十一过了之后，就直接回上海了。在家待的我都烦死了，脸上都过敏。就你，那你告诉我，你先让我摘谁换谁，对吧？就是，就我摘三还是摘一换你七，换你换摘七换你一，对吧？就很烦。等一下啊，我组个一二三试试看。组队成功，请再对玩家做任务。四七反对，这个不能还红了吧？四七反倒。哎呀，为什么我又是那个刺客啊？好吗？我真的很不喜欢玩坏人，就很难受。就因为你们可能跟我玩的不多，其实我每轮的发言我自己都觉得很差，好吗？然后，我觉得三不是，我觉得二不是，我觉得二六不是，我觉得一三一。我建议你七号牌，能少指刀就指刀，你的刀歪了呀，把三号给我剁了，好吧，把三号剁了，其他人都别考虑了，把三号给我剁了，一号应该是太虚了，把三号给我剁了，没事，三号牌给我把一二三十号给我四二三，把三号给我剁了，哼，汉妇还是厉害。好的，我就只是在拿刀的，就是磨刀拿刀，就是别的都不管的好吗？就跟着你们好。你别管别的，把三号给我剁了。不刀不斧都不是可以接受的，好吗？我来了。我来了。直接就我来了。啊，帮主，你让我刀三号吗？啊，还是什么？你让我刀你？好，刀。自杀梅林失败。哇，上当了！我本来想过二号牌的，后来三号牌叫我换一二三，哇塞，上当啦 ！Fuck you！ 哎，哈哈，四哎几号你是？哎，四号小玩家。这次先刀又失败了吗？哈哈哈哈！哎呀，我就一直打不同意，就不同意，怎么都不同意。哎，反正刀不对就行。虽然我也没有挡到刀，但是就是不同意。用脚趾头想，你就是个派，好吧？我就猜像是不是那个，在想是不是那个。
双母子上车了，你害怕，然后他妈倒错，就烦。你微信呢？妈的，你个骗子，加两天，加两次、三次你都没加。就搜帮主，你这个人真的就是，这个四号小姐姐长得很好看，我长得丑吗？对吧？就你总是哪怕信他都不信我，就我自己没临牌险中求。哎，二号小姐姐，二号小姐姐，我从来没有信他，我一直打反对票，但是那他们轮不到组你二号啊，就把你二号组出来就把你卖了呀，兄弟不是妹妹。你们还玩吗？还玩吗？还玩吗？哎，回头有空再战，有空再战啊！我们下周再战。那个各位都一定要到啊，一定要到。我到时候再组织两个我直播间里的美女，咱们组个十人，对吧？叫九龙一凤，不是九凤一龙局，好吧？九凤一龙局，好吧？下周见，拜拜拜拜！感谢大家陪我玩啊，谢谢谢谢。就怎么不厉害死你了？九凤一龙真是牛逼啊！走吧，走吧，你那个微信，哎呀，算了算了，不加了。